面哈。哇，不是一模一样吗？特写一下来，这个画面就可以。有没有？有啊，买进去要在这里啊，8805啊，有没有8862啊？不是这样一模一样的角度吗？有没有？到今天这个图，哎，就是这一张嘛，这印下来就是一模一样啊，所以一定是一模一样哈，懂意思吗？好，我想指数就这么简单，这么清楚，这么明了。你这几天如果做错了，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你可以做对啊，你可以把方向看得很清楚啊。你为什么要放空呢？但你放空的人，我说真的，不用怀疑，那是看不懂的，那是完全都看不懂的。在台面上，每个解盘都有执照，但是有执照，只是考试会而已啦，实务上是不一样的。那很简单啊，有执照带你去做有赢吗？还是都做错，对不对？反而不如股神系统，方向这么明确还做错，你还放空上来，还带你去空，空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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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不是一直被嘎上来吗？最后你被断头出场了，投资朋友，你发现还是股神系统比较好，因为他不会把你方向带错了，他就是多就是多啊，很简单很明确啊，投资朋友。所以当一段行情之后，你更会体会到股神系统的珍贵，股神系统就每天展示在这边给你验证，只是我验证的时候已经收盘了。你如果做错方向，五天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你已经被高500点，然后已经退场了，已经来不及了。那每天都在这里验证，每一天的没有跳过一天的，所以你不用怀疑啊，每一天都给你验证。你现在觉得很准，以前也是觉得很准呢、啊，因为每一天都在这边公开给大家验证哈，不用怕啊，不用怀疑哈，因为每一天我在这个台面上解盘啊，已经迈入第7年了，很多软体出来的东西新呢啊，有的不到一年，有的不到半年，什么时候会倒不知道，为什么很多软体公司会倒？因为节目会太贵了，买了节目来卖软体，很痛苦。为什么？你要卖得很高，人家 不接受啊，也没有知名度，又不像股神系统市场知名度这么大，准确率这么高，对不对？那如果你要卖得很贵，人家 不容易接受啊。你刚刚出来，人家也不认识你。那你买一个很贵的节目，那只能卖很便宜、很便宜的价格。那买很贵的节目，卖很便宜的价格，一定是赔钱的、啊。那赔钱就是倒闭嘛。所以最后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信号会连不上，公司他们的公司已经倒闭了。股神系统在台面上7年了，每一天都公开在这里给大家印证，不管指数，不管个股，有没有不管大盘，方向是很明确，绝对让你服气哈。这个就是股神系统。看完指数，投资朋友，你去想一想，你只要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你有股神系统，是不是很好？哇，有股神系统真好，对不对？你就不会做错方向了。那值不值得你自己去评估哈？如果你做一口的，那这5天就价值10万块了。那你做错赔10万，做对就可以赚10万，一来一回就是20万了。那是一口，那如果10口呢？那就是200万哦，很恐怖，对不对？所以方向一定要做对哈，跟着股神系统不会错，因为股神系统没有错过哈，就这么简单，这么明了。看完指数，我们来看看股票的部分。我想在接近520的同时啊，520很快就到了，大家都在期待520。那520这个行情是不是真的很值得期待？我想520只是一天呐、啊，520的意义不会很大。接下来的行情可不可以期待？这个才是大家关心的哈。来，我们来看最近的报纸，他说520的行情哈，我们看1996年啊，李登辉就职的时候，当天没有涨，2000年也没有涨，2004年也没有涨。那我们看一个月后好像也没什么涨，3个月后好像也没有什么涨，还跌哈。那半年后呢？好像也跌很深，那涨也涨不多。说真的。对这个行情，你可以有所期待，但是不能抱得太深。你觉得它一定要大涨，一定要涨到哪里？或许你会失望，懂意思吗？所以在做股票的时候，不要预设立场啊，这个行情一定会涨到哪里，一定会涨到哪里。那如果没有的时候，你就完蛋了。所以我做股票啊，心态啊最啊净空，我完全没有立场。该多的时候我就做多，该空的时候我就卖掉，甚至反手放空。我不会期待说一定要涨到哪里，没有人规定一定要涨到哪里。那万一你看错了？你觉得一定要涨到20000，那如果没有，你就完了。方向一旦反转，你就会措手不及，因为你的预设立场太多了。做股票不能这样啊、哦！来，上海股市哈、哦，最近大陆大地震，大地震之前，上海股市已经腰斩了。上海要办奥运了，对不对？剩下80几天，腰斩，好不好？当然不好。股票腰斩之后，很多股民断头啊，很多社会问题产生，很多人甚至还会跑路了。啊，很多纠纷就产生了，很多人财富被缩水了，啊，房地产也缴不起了，最后拍卖了，社会问题太多了啊，没有钱犯罪，啊，去抢劫等等，啊，去偷盗等等，所以当股市跌下来，这个社会问题就不用讲，跟着发生了哈，所以大家想想看，当上海股市最近跌50%之后，那不用讲，上海是面临股灾了哈，还没有大地震，先面临一个股灾，
那大家不要忘了，不是要办奥运了，那办奥运怎么会跌五成？投资朋友，它就是跌五成给你看，谁说不会呢？所以你不要认为说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怎么样，嗯，太共哦，政党轮替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哈、哦。哎，上次政党轮替从10000点跌到3400，对，跌了快7000点，很多人看好10000点，你看好要到20000，结果呢变3400，20000跟3400，你看差多少？一跌7000点，你会措手不及。所以投资朋友，这个地方操作一定很谨慎、很小心、很客观啊，不能预设立场。这是最基本的心态。万一你把方向看错了，哇，那上去下去都是几千点的行情，那不能开玩笑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你在操作你要很小心啊，跟在3000点、5000点不一样。那5000点你闭着眼睛买都可以买，这个地方一定要很小心，很小心。我只能这样讲哈、哦。来，当然现阶段要买什么，不用怀疑，就是买电子哈、哦。为什么？因为电子三线半多，所以你就是把方向压在电子股就对了。加上台币贬值哈、哦，台币贬值有利出口，对不对？为什么台币会贬值？一天小涨，哎，隔两天就贬啊，趋势是往下的哈，往下来做一个贬值。为什么做一个贬值？看到没有？来，哇，原来股神系统里面就有了哈。请你打开股神系统 F12 的画面，你就会看到，在1月份的时候，从32.4块跌下来的哈，开始升值，哇，升值到30.3块左右啊。升值完成之后，哎，开始复线翻多，主线要翻多了。所以我跟他讲，这个台币要止升回贬。不用怀疑哈，台币趋势就是这样，因为它已经趋势形成告诉我们了，啊，汇率告诉我们它是止升还贬的，所以当台币贬值的时候有利出口，那请问出口谁最多？电子股，懂意思吗？所以这个时候是有利电子股的反弹的哈。那是不是说所有电子股都可以买？不是，电子股有没有危险的？有，你不要说没有。海运电从200多块跌下来的哈，天哪，已经跌六根了，230跌下来已经跌六根了。但是它不是一个多月前就转空了吗？这张图卡5月12号讲哈，它一个多月前就转空了、啊，那你不晓得要跑而已啊。等它开始跌停板，你已经来不及了，六根了，跌完了没有？没有，每天都开盘就跌停，7根、8根，昨天是8根哈，今天不用讲，一定第9根。今天成交量73张，挂着要卖的还有11168张，天哪、啊，这个美股也高嘛，没掉，这太恐怖了。但是当你看到这个从230跌到今天剩下102了。已经跌超过60%了。当你看到这种股票，投资朋友，那你再回想，哎，它不早就转空了吗？那你为什么不跑呢？那早就转空了，对不对？早就转空，已经转空一个多月了，不是今天转空的。因为你不跑，嘣嘣嘣，连跌9根停板，哈，根本来不及。这种股票在去年也发生过啊，叫做亚新，连跌16根，有没有？问题它已经转空3-4个月了、啊，高档出现特写，1、2、3、4、5、6、7、8，8个卖出去，有没有？往下看，三线转空。早就转空了，只是你不晓得而已啊！当它开始跌停板，你根本就措手不及。最后呢，跌了22根，还没跌完呢、啊。那请问最后怎么样？最后这档股票已经下市了，台湾股票市场已经没有这档股票了。投资朋友，你所有财产买进去都没有了，零啊，归零。1000万进去的是零，1亿进去也是零，很恐怖的，有没有？有啊，这种股票都有发生过啊。去年亚新，今年就刚刚讲海运电嘛，哈，投资朋友，哎，早就转空了，跟刚海运电不是一样的格局吗？那你们还有没有这种股票？有，所以现在股票买起来要很小心哦，快要转空了哈，转空下去不得了，股票在最高点。所以现阶段买股票一定要非常小心，非常慎重。那请问，既然可以买电子股，电子股买还是要很小心。那什么股票可以注意？来，注意看哦，开始要讲多的股票喽。哎，核心呢、啊？有啊，这种股票讲很久了哈，这5月2号就讲了、啊。今天已经啊，这个你看已经16号，对不对？同学们，5月2号就讲了，为什么？5月2号啊。哦，原来它三线翻多，7.7块翻多的，有没有？已经翻多涨到这里，有没有？三线都在多头格局。从5月2号讲完之后，哇，又涨停板，怎么会这么强？投资朋友每天都涨停，天哪、啊，这实在太强了哈！没涨停也差一点点涨停，实在太完美了哈！哇，又涨停板，投资朋友这实在是太棒了。这档股票叫什么？就是核心，做面板的彩色滤光片，对不对？没有错哈。恭贺核心，恭涨停板锁住了哈。昨天，差一点又攻涨停板。天哪、啊，怎么这么强？今天礼拜五又涨停板，天哪、啊，这太强了！这档股票叫什么？就是核心呢、啊，同学们又攻涨停板，大家恭喜！到今天已经涨130%了，天哪、啊，同学们已经涨130%了，从7块多啊涨上来，现在已经涨130%了。大家想想看，如果这种股票你买得到，人生有什么梦想不能实现？那很简单，透过股神系统，你就可以找到核心这档股票了哈。我来示范一下，很多人都问说，股神系统哦，自动搜寻的功能。那请问如果找到核心，像这种股票，你想不想要？太完美了、哦，可以涨1.3倍。来，我示范给你看怎么找到啊这种三线翻多的股票。来，我们看一下，请你打开股神系统，按 F11 的画面哈。F11 是一个自动选股的功能。
那核心的股票，如果你是中低价的，请你设定啊一个区间啊，比如说设定15块到20块左右，啊张数设定啊5000张啊，随便你设了4000张、8000张都可以啊，我设定5000张15块到20块的股票哈。那请问这样的搜寻1000档股票只要多久？2秒钟就帮你搞定，来，三个 A、B、C 的 A 打进去，2秒钟就找到了没有？再看一遍，太快了哈，再看一遍，因为2秒钟就搜寻完了，来再看一遍，来有没有设定完成之后跳出来打三个 A、B、C 的 A。有没有三个 A？ 设定完之后开始哦，注意看哦，开始2秒钟就找到了，2秒钟1000档股票就帮你找到了。来，在哪里？核心在这里啊，有没有？有啊，这档不是核心吗？有没有？有啊，这不三线翻多吗？一路上去吗？投资朋友，没错啊，已经涨1.3倍了。这样是很简单，1000档股票搜寻完剩下几档？就是几档啊，大概20档左右而已、啊。20档跟1000档，嚯、哦，那差太多了。这就是股神系统自动搜寻的功能。啊，当然它在4画面超强版里面哈，啊，镜头拉远，它有4个画面，你可以设定个股，可以搜寻，可以看指数，可以看股票，可以看国际股市的报价，太完美了。同学们，想不想把股神系统带回家？我想很多人都想把股神系统带回家。如何把它带回家？来介绍一下如何把股神系统带回家。股神系统爱心回馈价哈，现在大家都在大陆赈灾哈，用宾士车，同学们。宾士车的价格啊，当作 match 来卖啊，跳楼大拍卖啊，不是说跳楼大拍卖，是用爱心来回馈。你有做爱心，有做捐献的啊，我就用啊宾士车价格啊，这个当作 match 来卖给你，每天不到200块啊，股神系统让你带回家。详细的优惠办法，请你跟福人联系，他会给你做完整的说明。我们间断广告，再回到现场。好，
欢迎回到现场。最近大陆发生了大地震我想台面上很多人都在推爱心都在做这个，希望大家投资朋友能够捐献。我觉得这是很正面的事，也是很好的事。可是突然间觉得台面上怎么都这么多慈善家突然变得这么有爱心当然这个也不是坏事是好事的。但是我觉得爱心是应该平常就要做了不是等到有人怎么样才要做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报道。这报道发生在一年多前离现在已经一年多了哈，2007年的5月8号，这边写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在讲张一鸣的一个善行，他主要是因为这个网友他看到这个每天我都在股权系统在苹果日报上捐888块，他说我一定有名牌有观众去买我的名牌，不然怎么有这个能力持续捐款每天看到很多遭逢困厄的人股神系统张一鸣连续好几个月都在捐款天天捐，每次都是888，金额不多，但是可贵是这份善心跟善行持之以恒。事实上，我这个动作已经做快2年了每一天苹果日报你打开都会看到我的名字股神系统张一鸣一定会做一个捐款，只要888块那一行特写有没有？就看到张一鸣了，没有错那苹果日报的好处就是说他会把这个钱汇整之后，然后当面交给这个需要帮助的人，而且拍照。所以让你的爱心绝对不会被挪用，所以我比较喜欢在苹果日报捐款的原因在这里。同学们，当然捐款是好事，帮助别人也是好事，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我想这是很好的。那股神系统为什么会越来越棒越来越准？我想原因也是这样因为持续的在做善事之后得到这个善念，得到这个回馈那当然股神系统说真的它在市场是第一品牌，也是做最久，已经做7年的。很多人都说拿一些杂牌来跟我比，同学们，你拿那个杂牌好像 match 的，那我这个拍摄我的股神系统是 Ben 组的所以你不要把方向认为我的东西很贱不会，我的东西是很棒的来，股神系统超强版，我想刚才示范过这个功能都非常的棒，包含有自动选股的功能，包含有太多了买卖讯号等等它就是一个最棒的一个股神系统在市面上最强的一个操盘软体。当然在地方我希望大家能够去做爱心，爱心回馈价，我把股神系统宾士车当成 match 来卖。那每个客户都可以拥有，每天不到200块，股神系统带回家。你只要做爱心捐款我就给你回馈每天用不到200，让你股神系统带回家。详细的优惠内容，请你跟服务人联系，他会给你做完整的说明。希望每个人都把股神系统带回家，能够赚大钱。进到这里，下个礼拜再见。